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Wu, the Reading Ambassador of Scholastic Asia. 四年一度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正式展开了。这个也是 pandemic 疫情舒缓之后的第一件国际间的赛事。那也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参赛国都卯足全力的去争取最后的荣誉哦。那我们全球的球迷也都为自己所支持的球队而加油打气。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邀请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参与这件国际间的大事呢？ Picture Books 用英文绘本来跟孩子们一起认识足球，能够去学习语言，能够有学习到知识，还有重要的就是共建价值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本绘本 A Good Game 就是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个缩影。透过大小读者的一起共读，大家可以一起思考，要赢球才能够赢得最大的掌声吗？本书的作者是趋势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陈怡珍，这个也是他的第一本绘本的创作。在这本绘本当中，他记录下他因为被儿子在球场上的暖心的举动所感动而写下的一个故事，记录了简单又不平凡的一个时刻。在书中，他请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Is sports all about winning? 到底真正的胜利是什么？什么样的球员跟球队才值得最热烈的掌声呢？这本绘本中传递的运动家的精神 sportsmanship 非常非常的重要。像最近 FIFA 球赛中已经有非常多的球员因为输球而在闹事，这个让我想到作者 Jenny 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他在书中写道， What matters more about a game is not the score or the applause, but the pure enjoyment of the game. 而在这本绘本当中呢，也贴心的提供了一些绘本的这个 soccer trivia， 就是足球的小常识。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 It's called 足球 in China and the ball games in the United Kingdom.而足球在以前有很多不同的规则跟玩法，但是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soccer is 11-a-side， 也就是说在球场各边各有11个球员，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有前锋 forward， 中锋 midfielder， 还有后卫 the defender，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the goalkeeper， 守门员。 SoWho is the only person allowed to touch the ball with their hands? 你知道答案吗？请到书中去找哦。而世界的这个第一场足球的国际赛事啊，是发生在哪里呢？就是 ，Oh, it was played between Scotland and England on the 30th of November, 1872, in Glasgow. Wow.It was 150 years ago, 150年前耶。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Pick up this book, A Good Game. It is a must-read picture book of the year.